我国这产品在英国火了，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。英国人们都说感谢中国制造，中国制造业现在闻名于世，几乎在许多国家都能看到。中国制造的东西不仅价格很便宜，而且质量也很好。中国有很多很常见的东西，当他们出国时就会被抢购一空。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效果太好了，其中花露水就是比较受欢迎的。 尤其是在英国，因为花露水本身具有非常强大的驱蚊功能，这对那些被蚊子叮咬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消息。此外，许多人对花露水有一个特殊的用途，那就是直接用作香水。也许是因为地理差异，英国当地人非常喜欢花露水的味道，因此他们经常购买大量的花露水，并将其涂抹在身上。这种行为也在当地掀起了一股热潮，导致花露水刚刚上架。 就会被抢购一空。毕竟，在许多英国人看来，这种花露水不仅味道很好，而且价格也很便宜。对此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欢迎留言评论。